你控制老子，老子不玩了，你他妈你去玩，你他妈想拿捏老子，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？支持过小广东的神豪和他扶持的主播华仔翻脸了，大头哥一气之下给小广东转了5000块钱。现在都下午6、7点了还不起来？下午6、7点了，已经6点多，6点半了。昨天没有睡觉，快去搞眼镜啊！眼镜已经搞了，买了吗？买，站了在这里，看看，花了600多，还是700多。这个眼镜卖花了600啊？嗯，我站单了。嗯？跟店。带他看看看这个眼镜屌不屌？会丢的吧？丢什么？我还拿它去。我的眼镜，我不是要皮。不是丢的，账单在这里，明天拿。你以为今天配就今天拿？哦，我靠，那你想太多了。可以啊。嗯，这眼镜600，别搞丢了呀、啊。我那个之前也是6、7百。今天我看到你那个神豪大哥跟那个主播怎么翻脸的？翻脸了，因为华哥说了，他确实是他有负债钱，说了不该说的，他也骂了人家花了钱受这个气，谁愿意啊？是不是因为那个大哥今天支持了你5000块钱，他心里不舒服啊？不是这个事情，嗯，你觉得他缺这5000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说大哥缺5000，我是说另外一个主播华仔，他也不缺5000，他不缺哦，就是因为那，就是因为他自己说人家骂人家也对人家极不礼貌，对那个大头哥不礼貌是吧？我虽然说这个话，但是我是听到的，我并没有诋毁人家，人家这样说的，我怎么说嘛，是不是？嗯，就觉得他有点不礼貌嘛。嗯，是，我也替他说话，说他虽然说错了，但是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嘛，是不是？嗯，但是他说我不知道，他那时候他说我，你不了解别人，你就不要说这个表面上的话，是不是？只要你真的了解他，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。所以说，我都意识到他人品说不定是有，嗯，我也不说什么，你们其实心里清楚，人品是有那个啥的，嗯，所以我才说、哦、那个神豪大头哥是3元一柚子，资助你5000块钱。我也不知道，总之我在那坐着，人家就想着让我更他就是看中我的上进的劲儿，嗯，就看上我这个。希望你过得更好一点。更好一点，嗯。然后就我也没说什么，我就在坐着不说话，嗯。啊，我偶尔就说一些该说怎么说怎么嘛，嗯。那个可以，那翻脸那个主播华仔跟大头哥翻脸是转那个5000块钱给。你以前还是以后啊？不是这个事情，我知道，在转我钱之前就已经发生了。哦，就是那个大头哥神豪转你5000块钱，以前就已经翻脸了，跟那个主播是吧？哎，翻了，就是因为昨天他骂人家皮头哥。骂谁啊？骂人家另外一个大哥，骂人家就是连他妈一起骂，就是我花钱我你连我花钱你骂我就算，连我妈都一起骂。对，你这样做的话就糊涂了。我还担心是因为你和华仔就是为了个5000块钱翻脸的，还不是因为这个5000块钱是吧？你觉得他人家缺这5000吗？你我都说了，嗯，我话都没有说呢，我就在做了，你没看见吗？跟你没关系是吧？跟我任何相干都不跟我的，嗯，人家缺这钱吗？不缺啊，嗯，是不是？那我就在做的，我不动于衷，我按兵不动，是不是？金融之水，修心方广嘛。